你这个小拇指长得挺好哈，不像一般人的指甲瘪瘪啥的。就是小拇指要是长成型的不多，知道吧？感觉比做塑料得劲儿。对，那个修的怎么样啊？太差了，我要把你砍了，不砍了，没去砍，没有这概念，到没到哪我就立，然后反倒的，你一动就。